为了要提升公务人员的服务品质，新店县政府在六月到七月这段期间，用卡电话到各单位来试验因接电话态度，那准备合格者会加强训练。新闻组你好，新闻处你好，我是瑞云。电话接起来，用亲切的态度回答民众的问题，无论是什么款的问题，拢爱第一时间找出答案，替民众解决问题。仔细听清楚他的需求是什么。就是先听清楚，再告诉他方向。我们尽可能就我们知道的，或者我能够问的，去告诉他这样。其实我们平常就是要接听电话的时候，就是要回复，就是问候语啊，然后毕姓张，很高兴为你服务这样子问候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说有被测试到。新竹县政府透过旧版接听电话勒索七次，七次单位用一般民众的身份打电话给各单位。七次服务品质，以接电话的速度、勒索以及回答的内容做评分标准。好的服务跟有感的质证要从说话开始。那其实电话的沟通上面，那是最常接触到一般民众在做相关施政的时候的第一线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电话的礼节测试呢，来做相关的一些考核。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测试，120名员工中有4人摕到100分的好成绩，不过也有4人无达到标准。管务公会依照成绩来请相关单位加强训练，提升公务人员服务品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